喂，什么？梁桂凤的女儿来上海了？四爷，梁桂凤的人又在上海露面了，这回绝对不会错了。还有说是姓梁的女儿，就是上次想朝四爷开枪的那个。他人呢？在一个客栈里。叫汉武再核实一下。是。好啊，梁夫人，你终于又来了。这回让我们好好会上一会。大小姐，等把表格填完，我领你去城隍庙，去吃上海小吃。我不想去，随便买点东西回来吃就行了。哎，既然都来了上海，就出去逛逛，上海好吃的东西可多了，你也该尝尝。我没有心思，只想早点办完，早点回去。是谁？可能是服务生。先别开。谁？服务生。你要干什么？给你们送开水。我们不渴。大小姐，还是把门打开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这样，人家反而会起疑心。小姐，开水给您送来了。去吧。哎。汉武，你们在这儿给我盯好楼上207房间的一男一女，特别是那个女的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嗯。站住！哼，汉武，你保证没有看错吗？我怎么会看错？那回就是他朝四爷开的枪，被我一枪给撂倒的。能从你宋汉武枪口底下死里逃生，也非等闲之辈，算他命大。四爷，你看怎么办？要不要马上把他给抓来？抓来做什么？叫那个姓梁的也来赎票。你以为他真的会来？不来，我们就把他给撕了。撕了他又怎么样？像这种你咬我一口，我还你一牙，完全是妇人之举。你记住，不要吃一点亏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回来。他咬下你一块肉，你得想办法让他还你一条腿，或是一个脑袋，而不是挠下他一块皮。那就这么把他给放走？我说放他走吗？他这次来上海，必是奉了梁桂凤的旨意。梁夫人肯定在上海有动作。给我盯住，看他都去了些什么地方，搞清楚他来上海到底是要干些什么。知道了。大小姐，我把这表格给领事馆送去。你要是不愿意进去的话，你就别去了。自己到街上转转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我还是在房间等你吧，等你回来以后，咱们再去看看船票。好，我送了去就马上回来啊。路上一定要当心。哎。
这岛上越来越不安生了。于连跟郑先生在那边办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样早，我今天真高兴。是吗？嗯。天气也不错啊。嗯。哎，等等。宝，宝庆，你还活着？大哥，我不是你大哥，我没你这样的兄弟。我，宝庆，有什么话尽家说吧。我没有家。大哥，你别发火，我真的是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我没想到。我是已经死了。那个女人怎么又把你给放了？这跟你没关系。那你是不是也入伙了？是又怎么样？对了，姓梁的女儿也来了上海，你是不是跟她一起来的？哼，我不认识什么姓梁的女儿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不对吧？你一定是跟她一起来的。那你就把我交给顾四爷好了。来吧，宝庆，你大哥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你怎么能这样怀疑你大哥呢？好了，你先进屋去，我要跟大哥单独谈谈。我在，你们就不能谈吗？哎呀，好了，进去吧。嗯，宝庆，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。大哥，在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我们找个地方。我没工夫跟你啰嗦。你站住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们现在已经被四爷的人盯上了，你是走不掉的。好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走吧，哥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当时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你就明白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顾四爷的人可是盯上你们了，我打算放你走，但我只能放你一个人走。你想让我去哪儿？只要你离开上海，随便去哪儿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但你不能再回到姓梁的那个女人那儿去。我要是非回去不可呢？大哥，顾四爷是不会放过姓梁的那个女人的，早晚要把她给连锅端了。
你打算跟他一起送死？如果让我像你这样活着，我宁愿去死。哎，大哥，你别走！走走走走走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放你跟姓梁的女儿一起走。 娘，您是不是心里不好受？我给娘唱唱娘教给我的那个歌谣吧。 一九二九不出手，阿娇姐姐怀里搂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有饭一人吃一口，五九六九联合看柳，想要什么都会有。别唱了。现在，要真的是五九六九就好了。想要什么都会有，可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要我姐和海龙哥快点回来。 是郑先生吗？大小姐，请开门。你是谁？把门打开不就知道了吗？何必这么紧张呢？这可不像是大小姐的风格。那好，我就在这门口等着了，等那个去美国领事馆的人回来。 你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对你的想象没有兴趣，你到底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叫森迪，是你的一个朋友叫我来看看你。我在上海没有朋友。那大小姐就太健忘了。我看是你搞错了，在上海我一个人也不认识。不会吧？ 顾四爷、大小姐也不认识。怎么？你是顾四爷的人？你看我像吗？我没工夫在这跟你兜圈子。你到这儿来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倒是跟我想象的有几分相似。等我把你做掉了，就会跟你想象的一模一样了。 你不要发这么大火，我来是想要帮你。哼，我没什么要你帮的。大小姐，你现在可是已经被顾四爷的人给盯上了。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看见他们的人守在下面。是吗？那就叫他们等着上来给你收尸吧。哼。
我还没活够呢。你要是不老实回答我的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大小姐，我真的是来帮你的。你现在待在这儿太不安全，顾四爷肯定会对你下手的。你应该换个地方。你的朋友帮你找好了个地方，是他叫我来接你。你说的那个朋友到底是谁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等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我要是不去呢？你要是不去，顾四爷的人可就会请你去他那儿了。大小姐，你不会连见个朋友的胆量都没有吧？你不用激我，这招对我不管用。那我请你仔细斟酌一下，这总可以吧？你是想坐以待毙呢，还是想跟我去见那个朋友？好，我跟你去。这就对了，大小姐果真是聪明人。可是顾四爷的人在下面守着，咱们怎么出去？这我倒是还没想过。我有办法，说给我听听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胆量倒是没问题，只要大小姐别跟我耍花招就行。只要你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了，把他们引开，我们去江边会合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还是信不过我？这么说，你不打算留我这个情了？你就明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？你这算是良心发现吗？我不管是算什么，这样的话我们哥俩的事就算扯平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笔钱。你要多少？20万。好，你等在这儿，我回去取。我也要一张现金支票。我知道。这是个女的，没错，是她，跟住了。站住！小姐，您是不是要走啊？您还没结账呢。你去哪儿了？这么久？我不是跟你取钱去了吗？给，20万，一分都不少你的。宝瑞，我相信你这一回。
你要是跟我耍什么花招的话，我以爹娘的名义起誓，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大哥，我不会。我们早晚会在爹娘面前见面的，我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多保重。宝瑞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还问你去哪儿了呢。大小姐，我们赶快走，顾四爷的人已经盯上我们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先别问这么多了，快走，快离开这儿。我现在不能走，小远的事情还没办妥呢。那先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下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走吧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我不会害你的，走啊。哎，快。还真叫你料到了，他没来一定是吓得逃出上海了。上车。哦，四爷，小弟那批货你还要多多关照。好说。兄弟有一个小弟过些日子从南洋回来，带些稀罕物，到时拿来孝敬您。多谢。四爷，姓梁的女儿不见了。嗯，也许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他，肯定已经离开上海了。嗯，去吧。是。郑先生，嗯，老实告诉我，刚才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回家去看了看。你回家了？来上海之前，我娘是怎么嘱咐你的？她为什么让你跟我来上海？你不会不清楚吧？大小姐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不会再回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难道你还信不过我？你认识一个叫森迪的人吗？森迪？不认识。怎么了？郑先生，你口袋里装的什么？啊，一个万花筒，我给丫头买的。这是什么？一张现金支票，一共有20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哦，我跟家里要的，拿着它，可以随时在银行取出钱来。你收着。我不能要。我知道，小远出国，钱不富裕。我拿着这钱也没什么用，你就收下吧。啊？多谢郑先生好意。但这钱我绝对不能要。那好，我先收着，等小远走的时候再去银行取。郑先生，嗯，领事馆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表格我已经交上去了，假如顺利的话，一个星期就可以办护照了。要一个星期？至少也得一个星期。
那我们就在这儿等。我们也只有在这儿等了。四爷，您别想的太多了。只要梁桂凤的女儿已经离开了上海，我们就不必太担心了。这就是让她跑了的理由？这里面不会有什么蹊跷吧？四爷，戳到痛处了。四爷，您这是从何说起呢？我对四爷可一直是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过外心呢。是吗？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谁要是背着我顾四爷耍什么心眼儿，别怪老天不长眼。宝瑞不敢。我也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宝瑞都记在心里了。你说说，梁桂凤的女儿突然杀来上海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会不会是给梁桂凤探路来了？这么说，梁桂凤要杀来上海了？也许是吧。四爷，我们得多提防着点儿。是啊，梁桂凤的用意何在呢？先生，我们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从窗户走，快点。郑先生，东西你拿着，到南面海边等我，快，大小姐，快走啊，大小姐。一直不回岛上，就是为了在外面对孤儿寡母逞威风。有本事你再开枪啊！萧大海的儿子，当年是不是就像这样？梁夫人是不是就这样一枪结果了他？我娘没有打死他，我娘没有打死他。萧大海的儿子没有死，死没死跟你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大小姐，你再说一遍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开枪啊！你开枪啊！
你以为我不敢？来吧，来呀，你开枪啊！海龙，把枪放下。打住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。我没回岛上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刚才没看到海龙的样子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玉莲，你就别再跟我绕圈子了。好多事情，海龙都已经知道了。他现在觉得自己就是萧大海的儿子。是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会闯出大祸来的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海龙想怎么样就让他去吧，我来陪着他。我是怕他去找夫人报仇，所以才一直跟着他。大小姐，郑先生，大壮，怎么会是你？郑先生，你和玉莲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哪儿也不去。郑先生，我要你马上回岛上去。不，大小姐，我们一起走。我走不了，还有这事情需要我去办。玉莲，你和郑先生回去，这里的事还有我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三个人不能一起走？有什么事，我们回到岛上再说嘛。先别多问了，郑先生，你马上赶回岛上，告诉我娘，海龙出事了。海龙？他在哪儿呢？郑先生，我要你马上回岛上去。大小姐，船我摆弄不了，一个人怎么能回得去呢？玉莲，你快跟郑先生走吧。海龙那边我来应付，如果以后有时间，我会把事情给你说清楚的。大壮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到岛上去？要不是因为海龙，我早就回岛上去了。我大壮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。那好，你要真是条汉子，就带郑先生回岛上去。不行，玉莲，你不能留下来。海龙现在是疯了，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。不会的，海龙他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大壮，你带郑先生回岛，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娘，我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壮，你就听我的，我娘在岛上等着呢，你快带郑先生回去，我娘还来得及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好。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可要是耽搁了，那可要真出大乱子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会有办法的。你们快走。大小姐。走。这。你们快走啊。大小姐，领事馆那边。你把东西给我，等我办完事我去取。好吧，东西都在包里。大壮，把你的枪给我。Thank you.
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们走吧。大小姐，我就知道你还会回来的。海龙，你就明白地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让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你娘她杀了我全家，你会一点都不知道？我只知道我娘养了你20几年，她已经什么都不欠你的了。她就是养我100年1000年，你抵消不了她的罪孽。海龙，没想到你如此无情无义。大小姐，是连杀父杀母的血海深仇都可以不报，那才叫做无情无义。海龙，如果你觉得我娘还欠你的，我来替我娘还。我不用你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下的我就找谁去还。只要有我雨莲在，谁都别想碰我娘一根汗毛。谁要敢挡着我报仇，即使我答应，还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答不答应。